怎么样了？病不好，王家娘子说了，只有盛大娘子来了，她才心安，所以唐突叫娘子请过来。然而，上次我来，郎中不是说还得等十多天呢吗？怎么忽然就……总算小周氏那个贱人非要给我们家姑娘来请安，我们家姑娘说不想见她，她却说将军临去巡营之前说了，嘱咐她要恭敬，必须来。结果两边拉拉扯扯，她就撞了我们家姑娘。皇妈妈，你别急。越是这种局面，越要镇定，不然我们自己乱了阵脚，你家大娘子指望谁？是。 稳婆背了吗？郎中呢？稳婆起早了两个，郎中就请了太医院专看妇人的赵先生。您慢点。忍一忍。怎么样？你替我撑着吧，不能叫我爹娘来。他们老年得子生了我，年纪大了，他们撑不住。 我一个人也不行呀，还是得需要你父亲母亲来。他们来了，见我这样也只能伤心。你这是糊涂啊！你这半条命都搭在鬼门关了，你还想这些做什么？你替我撑着吧。 月吧，月吧，生孩子都要经历这一遭，你去外边给你吃用着，你就好好听稳婆的啊。大娘，三娘子，你忍忍，你再忍忍，还没下来呢。是，再忍忍吧。稳婆可靠吗？ 都是国公夫人的使唤人，他们娘家患儿获孙的生气都在国公府里头憋着的。国公爷何在？国公爷在巡营。立刻着人去把国公爷、国公夫人都请过来。可是我们家姑娘她不让啊，先头我就说要请，结果她发了好大的脾气啊。没事儿，等她生完孩子有脾气冲我发，您只管叫人去。哦，是。哎，说是将军在巡营，是同国公爷一起吗？ 是例行公事还是自行审查？我将军早上是从我们院走的，说是怕底下懈怠了，要去看看，没听说是公事，也没有同国公爷在一起啊。那岂不是公事？就把将军也一同请来，背上筷吧，快去。好，快，赶紧去请，去请将军。哎，叫郎中来回话。赵唐一被中小娘的人给扣过去了，什么扣了去了？刚才郎中出去如厕。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邹小娘，给她请完脉就要走了，谁知道邹小娘的大哥哥夫妇两人也在，听说太医是宫里来的，硬是给拖到了屋里去。兰草还在那边等着呢。这帮小子做的烂货呀！这，叫上小厮再去请。是，快呀！ 大娘子小时生过几个，有经验了。我没生过，但是我见过人压生，断送了性命。你们听着，一定要保住张大娘子。张大娘子受了冲撞，孩子有些横过来了。你明白，这事儿很难。若有郎中来扎针或者好些，我知道有些郎中有独门绝技，在妇人昏迷的时候。 扎一针就会清醒，还有更精湛的，一针下去，胎位就能定过来。好，我定然找到郎中来。龙娘子，你们好好照应着，若过了这一关，国公爷、国公夫人、国舅上下都要深谢你们的，你们安心办事，不同大力旁人，定然好生照顾着。 哎，什么？赵太医呢？奴婢带着两个小厮去了邹小娘那，跟他们说这边等着生孩子，让他们把太医叫出来。谁知道邹舅爷甩了我一巴，说没见过什么太医。奴婢让小弟小母进去找，他们人多势众，结果把他们两个捆起来打了一顿。那你见了赵太医了吗？
没有，一面都没见到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开了他们的院子。本就是为着你家大娘子分娩才请他来的，若是离开那儿，肯定直奔这边。你亲眼见着赵太医被他们扯去了？是，奴婢亲眼见到的，就算上了开封府衙门，奴婢也这么说。这还有王法吗？啊，我们姑娘名门贵女，正室嫡妻，竟然要受这种崩闲的肮脏气。就走了，就是太医替我把完脉，我们就规规矩矩把人送走了。宗远，宗远，哎，来人，来人，你也敢拦住？给我拦住！你们好歹宗远，你敢在将军府里面抽院子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活够了是吧？哎，你别动！嫂子，周太医，你走。赵太医呢？他们把赵太医放后院喝茶，奴婢赶到时候，太医急得直跺脚。大娘子要生了吧？是，太医，什么寨人，带走别生。好，好。你做个什么东西，敢从我妹妹院里拖人走？我身负重病，你拖走郎中，你是想置我于死地呀你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孩子时候就见过这招了，但我不是孩子了。这张大娘子怎么没声音啊？这市场力气活，不如都把劲儿使在叫嚷上，等会儿就没力气生孩子。大娘子，知道的可真多。你说呢？你说。是是是，你先消消气。这苦命的女儿啊，我是年纪大了才得了这个女儿的，这是上天神仙的恩赐。当时有多少人笑话我是老蚌生珠，我不怕他们笑，我就要这个女儿。你以为我女儿是塞头你家的？你以为我女儿是嫁不出了偏要勾攀你家是吧？啊！等会儿就骂到红红娘娘头上去。喂，我们拿着茶水果子给伯母夫人送过去，拿个茶，来解救解救沈将军。夫人将军可饿了吗？是我冒昧了，眼看就要人定了，我叫人弄了些果子垫一垫，生孩子的时辰还长着呢。哟，好孩子，什么夫人不夫人的，就叫我婶婶吧。你还自己怀着孕呢，就这么为我家姑娘孩子，我记得你了。哎，我们家女儿真是命苦，现在还在阎王殿里面争着，我真不知道我是造了什么孽了。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婶婶，婶婶，那婶婶您定一定，定一定。如今姐姐在里面生产，这家里就靠您撑着呢，您可千万不能乱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我们姑娘，我们姑娘不行了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女儿！女儿，怎么会呢？女儿啊，女儿，女儿，撑住啊！婶儿，婶儿，婶儿，撑住！哎呀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娘来了，娘，娘来了，娘！哎呦，孩
子，你撑住啊！你爹爹这会儿就到。啊！哎呦！你忍住，孩子。哎呦！这师傅，救命！救命！把小邹氏赶出门去。这，他犯的错大，小婿定然狠狠责罚。但求岳父大人，我实在是因为他姐姐。上想旧情连碧浦，也曾因梦送钱财。顾念亡妻本是深情之意，我是男人我也明白。既如此，国舅也写了和离书来，我们两家分手，各自奔前程吧。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说过，我张家的女儿并不是求着嫁给你，也不是嫁不出了非要塞你家里。你不忘前人，这是好的，还留蛇蝎祸害在家，这是存心要我女儿的命啊。今天她还能留下半条命，那是她病好遇着顾侯娘子了。如若不然，如今我们见着的就是她的尸首了。国舅爷，我们两家好说好散，写了和离，日后在这汴京城里头我们还好见面，不然在殿前撕破脸大家都难做。我不和离，我不和离。不和离，你还想休妻不成吗？不不不，我不是休妻。从此以后，我一定好好待他，小心呵护，我绝不让他再出半点差错了。够了，你现在说这些话已经一文不值了。白妈妈，在车套好了吗？回夫人，车都已经套好了，里边铺了厚厚的褥子，内壁也用牛油皮封了，一定一丝风都透不进来，咱们姑娘肯定不会受凉的。我们走。岳父大人，岳母，好孩子，今日谢谢你了啊！现在呢，慌乱不堪，早日我们得上顾侯门，感谢大娘子鼎力相助啊！您别客气，只要姐姐养得好，闲看你就什么都别放心上。岳父，有事好商量，您别让大娘子受了风寒，孩子出生才没多久。你拦我一步，我就慢一步。我慢一步，反而就会受颠簸一步，疼一步。你若还有良心，就滚开。岳父大人，大娘子。